folks.正正齐呀、啊，方圆子啊。方圆。哎，方。正等。什么？刚刚什么？正哎，整正齐，方圆子嘛，所以我们不要，不要太正，哎，不要太正，不要太整齐，乱乱的，这是缺点。好、啊，这个是栅栏，然后呢，避免你用，这个画了之后，再用浓墨来圈。再用浓墨来圈，而且旁边呢圈的时候要随性一点，随性一点。那有些竹竿这个栅栏呢倒下去喽。去了，啊，有些呢还连着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还有那个，可能有一些部分那个绳子还留着，啊，有些地方绳子还留着，对不对？它还没有掉，啊，这个就是没有犯了这些毛病，整正齐方圆直，它是很随性的。啊，这样啊，静你知道吗？啊，好，这样。